可是事实上你这样一直甩的时候，这个边的声音就反而是被你反复的在动，在摩擦，所以反而是不对的运动。睡的都会麻，透早起来麻到不叮当，这个手呢不拗翘的，好像不是自己的手一样啊，都不能动。全球大海的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收看今天的智为人医守护爱，我是王春花。如果你们常常觉得手麻，尤其是半夜或一早起来的时候，情况最为的严重，有人就担心会不会是末梢血液循环不好，有些人就担心会不会是中风的前兆，但是啊，却有可能是忽略了常见的职业伤害，就是晚睡到症候群。所以我们今天呢，很高兴的邀请到了台北慈济医院复健科洪于勋洪医师来到现场，带大家来了解这个疾病以及知道有哪些治疗的方式，让我们欢迎洪医师。洪医师你好。全球大爱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复健科洪于勋医师。洪医师欢迎你哦。接下来介绍我们今天的call-in聊团队，首先是麻醉部的黄世仁黄医师，第二位是牙科的陈建成陈医师，第三位是中医科的陈顺鼎陈医师，第四位是外科加护病房的钟宇琦钟医师，第五位是家庭医学科的叶家哲叶医师，第六位是小儿科的陈宏文陈医师，第七位是妇产部的陈怡林陈医师。欢迎大家有任何的医疗问题，随时都可以 call in 进来。首先带大家来了解什么样的情况下容易造成晚睡到症候群，以及该怎么治疗了。那我们看以下的 VCR。觉得手麻时，千万不要一股脑的使劲甩手，因为极有可能不是单纯的血液循环不良，而是罹患了晚睡到症候群，这样越甩反而把手部健康统统甩掉。可是事实上你这样一直甩的时候，这个边的声音就反而是被你反复的在动，在摩擦，所以反而是不对的运动。晚睡到位于手掌的掌面，由腕骨与韧带所构成，有正中神经的通过，一旦受到韧带的压迫，就会出现持续性疼痛或麻木，往往让人无法一夜好眠。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会特别不舒服，有的人会半夜会麻到醒过来，可能跟睡觉时候那个姿势啊，可能去压到，然后造成手部的血液循环不良有关系。这样敲手会不会有麻麻或触电的感觉？没有哈。那这边敲呢？不论长期压迫或是施力过大，都有可能造成晚睡到症候群。像过去从事作业员的王文全，经常要用到手部拍打物品，短短的时间内就引发晚睡到症候群。塑胶，就是拿刀在削，拿刀子削那个东西，然后后面是因为压东西，这样子，要这样一直压，这样拍，用拍的，那手腕这里会不会直接拍到那个东西？这样会啊，会是会直接敲打到。上完班之后回家的时候，手会不会觉得麻得更厉害？有时候手举不起来，整只手掌碰到东西都会痛，痛的感觉也让你睡觉方都没办法睡觉。就是走路这样子甩动都会痛，因为手部剧烈疼痛，大大的影响了王文全生活起居，也让他赶紧休息，勤于复健。适时地让手部有喘息的时机，王文全经过半年的复健，晚睡到的症候已经明显改善，掌握恢复的黄金治疗期，才能让伤害减到最低。洪医师啊，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这个晚睡到症候群到底是哪些神经受到了压迫或受损？那它影响的范围又有多大呢？晚睡到症候群，它就是我们手腕部这边来到，从这边走过来一条正中神经，它在这个手腕这边有一条我们叫做横韧带，这个神经走在这个韧带的下面。那因为神经的下面呢，就是很多条我们手部的肌腱，更下面就是骨头，所以神经经过这里的时候呢，就好像是通过一条隧道一样。那它在这个韧带下面受到压迫，所以我们叫它做晚睡到症候群。那因为这一条神经呢，它支配的范围包括这个大拇指、第二只、第三只以及第四只的这个外侧这一边，所以当你有这个神经在这里被压迫到的时候呢，就会产生这个手指头会有麻跟痛的感觉。那
那请问一下洪医师，就是说这个晚睡到症候群是不是一定要有长期有什么样的力道的一些去施力才有可能会产生啊？一般来讲，像刚刚影片里面那个王先生，他是手腕部这边直接受到撞击压迫会造成。那如果说你的工作当中经常会有手部的反复性的动作，比如说你的手腕经常要这样子动来动去，那神经在这边长期被磨久了，也会造成这个神经麻痛，那造成这个晚睡到症候群。是说不一定要很用力就可能会造成这样。对，那请问洪医师，就是说那什么样的情况下也有可能会增加晚睡到症候群的一些几率呢？就是有一些内科疾病都有可能，像比如说这个甲状腺有功能低下的人，因为他身体里面比较容易会有水肿，组织会水肿，那或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人呢，他这个手腕部可能关节有发炎，那肌腱也发炎，所以局部就比较肿胀。那另外像有本身有糖尿病的人，他的神经就比较容易受到影响，那或是像有在洗肾的病人，因为全身会水肿，或是像有一些人他有痛风，那手腕部也容易关节发炎，那直接去压迫就是造成手腕部的那个压力过大，会去压到神经。那另外有一些人就是怀孕的人，因为我们知道怀孕的人他容易身上会水肿嘛，尤其在怀孕末期7到9个月的时候，身体肿得比较厉害，所以我们的神经也会因为身体的水肿受到压迫，那容易造成这个怀孕后最后一段时间会有手部会有麻痛的感觉。是，所以说这些内科疾病只要因为水肿的部分，就可能造成这种所谓的晚睡到症候群的发生。那想请问一下洪医师，就是说这个晚睡到症候群的话有哪些症状可能会出现让我们要注意呢？但刚开始的话通常是手会有麻痛的感觉，那它有一个特色就是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会麻得比较厉害，所以可能会痛醒过来。那通常这个白天的时候呢，就是你可能在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你可能用手洗衣服啊，或是炒菜啊，那手腕部动得比较多之后会症状会比较严重。或是有的人他有一个很特别，就是说有的人会觉得他在骑脚踏车或是摩托车的时候，他因为手是这样子弯着骑嘛，所以骑久了以后手就会麻得比较厉害。那这种麻在早期呢，可能只是你有动作，这些动作的时候麻得比较厉害，那休息就会比较好。可是如果说这个症状压迫的更严重的话呢，可能到后来这个症状就会变成24小时都会持续，而且有可能那个麻痛的感觉呢，除了手指头，我们刚刚讲的手指头之外，也会延伸到这个手背，甚至到上面肩膀的部位。那更严重的话，可能有一些人就会觉得说他的手指头的感觉越来越差，比如说他可能拿纽扣或是拿一些比较精细的小东西，会有觉得感觉很迟钝，好像要掉下去都不太知道的感觉，那如果说他的症状压迫得更严重，有可能会造成手部比较没有力气，那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手腕部的这一块大拇指下方的肌肉会变得比较萎缩。是，因为洪医师，因为我们常用电脑，常常因为在电脑桌前坐太久，就是打电脑键盘太久，常常会觉得自己好像也有这些症状。可不可以请告诉我们一般民众，在家里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动作或是一些小小的检查，可以让我们提醒自己，可能自己就已经得到晚睡到症候群，可能要赶快就医。这样子就是说，如果你平常会觉得手麻，首先你可以先自己观察一下你麻的指头是哪几只，因为有时候大家会觉得手有麻，可是不是很去注意到是哪几只。那如果你的手麻有包括你的大拇指、第二只、第三只的话，那你就要先怀疑自己是可能有晚睡到症候群。那当然，其实还有一些疾病会造成手麻，比如说可能是我们颈椎的神经被压迫到，或掌骨刺压到神经，那也会造成整个脖子，然后手背，然后一直麻到手来。那但是晚睡到症候群，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可以请民众在家里自己做这个动作，就是你的肩膀先放松，然后抬高水平，然后两个手腕这样子垂直90度举1分钟。那在这1分钟之后到的时候，如果你觉得你的手指尖呢有那个麻胀痛的感觉，那尤其是第一、第二、第三只有麻麻胀痛的感觉，那就表示说你的这个手部的这个神经可能在这个手腕部有受到压迫，那你就要怀疑自己是不是有晚睡到症候群，那应该到医院进一步求诊。是，所以洪医师，如果说我发现我有这样的情况，我赶快就医了之后，你会帮病人安排怎样的检查呢？对，我们也一般也是会先了解他麻痛的位置。如果说他的麻只是手指头小拇指的话，那我们会想他绝对不是晚睡到症候群。那另外我会帮他做一个检查，就是用这个叩诊锤在这个手腕部这样子敲，
这样子敲。那因为我们的神经从这边经过的地方刚好是在腕隧道，所以当我这样子敲，会让手指头的一二三只感到麻，或是我一敲的时候它会有触电的感觉，那就是可能有腕隧道症候群。是，那还会再排哪些的检查呢？这个是初步的理学检查，那如果说这个检查出来是有这个现象的话，我们就会进一步去安排一些神经传导的检查。那神经传导检查它是要检查我们的这个手部的正中神经呢，它在手部的部位呢有没有传导特别慢，尤其是在这个受压迫的腕隧道这个部分有没有传导的特别慢。那另外我们也可以安排一个超音波检查，直接用超音波来看我们的正中神经有没有因为长期被压迫，那使得神经变得比较肿比较胀。是，所以找专业的医师就对了。其实啊，我们平时真的要多注意手部的感觉症症状，就能够减少腕隧道症候群的发生。那如果一旦手部已经有症状了又不休息，那可能会造成手部功能的暂时丧失。那我们看一下这则案例。过去在学校担任厨师的李胡金宝，一餐准备个上百人的分量都不成问题，但是近年来却连家中的小锅铲都快要拿不动。那阵啊，要夹煎丝拢夹袂起来啊，清扫困难的，去迄落洗手间咯，要迄落袂方便啊，讲个半两当袂起来。手痛到连衣服都要丈夫帮她穿上，但是为了生活，李胡金宝还是咬着牙硬撑，直到把辛苦攒来的钱都用在看医生时，这才警觉该让自己喘息休养了。有一阵啊，有啊，困袂好势，都唔知要安怎困，困这边嘛袂使，困那边嘛袂使。有一阵啊，足忝的安尼啊，困袂起，困的拢会麻。透早起来哦，麻到袂叮当，这个手呢袂拗翘的。跟好像不是自己的手一样啊，都不能动。那现在请你这样子，哎，两边这两个碰在一起哈，举一分钟，这样会不会不舒服？可以下来一点点，嘿，这样子，嘿，这样敲会不会手会不会有麻麻或触电的感觉？好像是中指，中指有一点，我敲的时候它会觉得比较麻一点，这样子哈，因为我们那个神经是从这边过来，然后管这三只，所以当我敲到它的时候，它会被刺激到，会比较麻。来到诊间，经过复健科洪怡寻医师的测试，确定了手部剧烈疼痛及麻木的病因，就是腕隧道症候群。一旦继续让手部反复压迫，李胡金宝就有可能丧失手部功能。神经压迫很久了以后呢，我们这一块肌肉会萎缩掉，那他就会觉得大拇指握力都比较没有力。我超音波五分钟就好了，就比较快。经过每个礼拜两次的复健，两三个月下来，手腕疼痛麻木的感觉逐渐退去。再次检查，原本长期压迫而肿大的正中神经也恢复到正常的范围。我们现在手轻轻握起来，轻轻的就好哈。那感觉到跟你上一次检查比，已经神经已经比较不肿。那我们现在又再看这个比较近端的这边，那你看到这个我们圈起来那个就是你的正中神经哈。那可以看到它现在在这个位置的这个神经的大小也已经都在正常范围。现在就手比较不会那么紧了。休整之夜，细心灌溉，李胡金宝整理着最爱的花花草草，又重拾他健康的园艺生活。哎，洪医师啊，请问一下，刚才影片中那位阿姨，她一开始来你的诊间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啊？这个阿姨她是，刚开始来的时候两只手麻痛得很厉害，那她常常半夜就会被麻醒过来，那要起来动一动才有办法再入睡，那连拿杯子啊拿东西都会觉得手还没有力气，然后觉得快要掉下去的感觉。那我们除了帮她安排一些复健治疗，包括蜡疗啊超音波治疗之外呢，也去了解她平常的工作情况。那这个阿姨她是在学校是每天要煮几百人份的这个统餐，那他每天要搬很重的东西，然后还要就是洗碗盘啊锅瓢啊，所以他手部的活动其实是相当的多的，所以我们就建议他说他除了接受治疗以外，其实应该要有适度的休息，这样子他的症状就在借由休息跟复健两三个月以后呢就比较有改善。
是，所以这个阿姨在学校煮好几百人的营养午餐，这真不容易耶。想问一下，洪医师，就是说，经常我们常会听说什么妈妈手啦、板机指，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情况？可以跟我们请。经常会有人觉得他手很麻，那就来门诊跟我们说啊，我得了妈妈手。那其实妈妈手它跟这个晚睡到症候群是不一样的。妈妈手它是肌腱的发炎，所以基本上它不会麻，但是它会痛。那它痛的范围呢是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妈妈手呢是我们这个肌腱经过这个就是我们大拇指的两条肌腱哈，这两条肌腱呢包括一条叫伸拇短肌，一条叫外展的拇长肌，就是让我们的大拇指做向外或是向后伸展的这两条肌腱，如果大家把你的手这样子往外撑的时候，也可以摸到我们这里呢有两条鼓起来的肌腱，那痛的位置就会在这个地方特别的疼痛。那当我们压这里或是请病人做往外展的这个动作的时候，会特别产生疼痛。那为什么会把它叫做妈妈手呢？主要是因为新手妈妈总要帮小 baby 洗头洗澡嘛，所以她很可能就是一只手去撑着小孩的头，那一只手这样子去帮他们洗头，所以这个手指头就维持在这种姿势，或是有一些经常要这样抱小孩，所以很多人是在小孩出生之后就开始有疼痛的现象，所以把它叫做妈妈手。那基本上它是一种肌腱的发炎。那其实有一些工作哈，比如说他的手经常要张开做，比如说他可能要这样子用力，或是要拿很大的那种，比如说修剪花草的剪刀，所以他的手要这样子经常用力，那就容易造成这个肌腱的发炎。那那个虽然不是妈妈，但是其实就是这两条同样的肌腱在发炎。那什么是板机指呢？板机指它是比较常发生在大拇指或是其他的手指头。那它跟妈妈手是不一样，它是我们这个手指头下方这个肌腱呢，这个肌腱主要是管这个手指头弯曲的这个动作。那因为有一些工作呢，比如说他长期手指头要这样子弯，比如说打电脑，或是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一些打电动玩具的青少年哈，他比如说这样子长期好几个小时打下来，那就会造成这条肌腱发炎。肌腱发炎以后呢，它就会肿起来，所以当它有局部比较肿，那我们的手指头弯起来的时候，这个肌腱往这边滑，滑过来的时候，因为太肿了，在这边就被卡到。所以它可能会有这种弯起来以后就伸不直的现象，那有的甚至严重到需要用另外一个手指头去把它扳直。那如果说你去压它的话呢，可以感觉到这个在这个手指头的根部这边压会痛，有一个痛点，或是说你压的时候会觉得那里好像有一个东西鼓起来，那个就是肿起来的部位哈。因为甚至它在动的时候呢，都会觉得有咔啦咔啦卡住的感觉。那为什么会把它叫板机指呢？就是因为它卡住了以后，手指头就会呈现这样的现象，很像我们在扣板机的姿势，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板机指。那其实比较严重的病人，他有时候早上睡醒的时候，手指头就会自己弯起来了。然后他睡醒以后，他要伸直，伸不直，他需要用另外一个手指头去把它扳直，然后会造成剧烈的疼痛。所以这种板机指其实基本上也跟这个我们神经在这里受到压迫的现象是不一样，它也是会痛，会有卡住的感觉，可是它不会麻。所以晚睡到症候群它会麻。那想问一下侯医师说，那一般这种样的病人，你会该怎么样帮他治疗呢？一般我们会给一些局部的药物跟热疗，一些复健治疗哈。那药物的话，其实我要提醒的就是说，可能要先看看自己有没有什么哪一方面的内科疾病能容易造成这个晚睡到症候群。比如说如果你本身是有糖尿病啊、痛风啊，那你就应该针对这个病好好去控制你的血糖、尿酸哈。那如果是其他有甲状腺方面的问题，也是要吃药。那一般我们对晚睡到症候群的药物治疗会给一些消炎止痛的药物，或是建议民众他可以自己在家买一点维他命 B 群吃哈。那另外给的复健治疗呢，就包括这一些哈，可能包括有红外线热疗、水疗，那这些其实都是提供局部的热，像这个是蜡疗，我们让病人的手泡在蜡里面，然后拿起来好几次以后，让蜡呢在手腕部呢形成一个保护膜，然后再用毛巾把它包起来，这样子可以提供我们手部的一个热疗。
大概有20分钟左右。那其实民众在家也可以，不一定需要到医院做蜡疗，他可以在家自己泡热水，好，这个效果其实跟蜡疗是差不多的。那如果到医院来，我们有时候会给他一个局部的超音波治疗，直接治疗这个正中神经在手腕部被压迫的地方，或是有一些电疗，就是贴在神经走过去的地方，现在这样子都可以减少他麻跟痛的感觉。那当然其实除了来医院治疗以外，最重要的是日常生活可能会造成晚睡到症候群的那些习惯要改变，要自己要保护自己的手。是，那如果以上都效果不是很好，那有什么样的进阶治疗呢？对，一般我们刚刚讲的那些药物跟复健治疗，我们把它叫做是保守治疗。那如果保守治疗没有效的话，可以考虑的就是接受局部的类固醇的注射，那会直接从晚睡到这边直接打类固醇，那它的效果很好。不过我要建议的就是说，打完之后你会比较不麻不痛，可是你日常生活还是要保护自己的手，那一些容易造成手部会神经受压迫的情况还是要避免，比如说避免手腕部过度弯曲这样子工作，或是避免手腕部不断的重复性的活动。是，那洪医生，我想问一下，那怎么样去预防晚睡到症候群呢？预防的话就是刚刚讲的哈，我们可以减少手腕部的重复性的动作。那其实有一些是工厂的工作的人员，他们可能在生产线上，那因为速度很快，那这个时候其实如果能够让那个速度减慢，或是说他每工作30-40分钟的时候稍微休息1-2分钟，都可以改善症状。那另外就是要避免手腕呢长期处在一种弯曲歪斜的姿势，像有一些人的工作，比如说牙医师啊，或是有一些修理珠表钟表的，他们常常要这样子工作，那这样子手腕部在这种姿势神经就容易受到压迫，所以应该要避免。那另外要避免过度用力，不要拿太重的东西哈。那另外有比较少见的就是说，像有一些工人他可能需要拿一些震动性的手工具，比如说拿一些电锯啊，或是钻地的那些工人，那因为这些工具都会有震动，所以那些震动一直传到手以后呢，可能对我们的神经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我们会建议他在工作的时候要戴着手套，然后这样子会减少这个手腕部的是神经受到的不良影响。那另外有一个常见的就是这些病人他们晚上睡觉的时候会麻得比较厉害，所以我们会有时候会建议他要佩戴覆木。那覆木其实就是一个手腕部的一个保护的东西。那有一些病人他会自己去买那种有松紧带的绑在这里，其实不是那一种，是要下面有固定能够让你的手腕呢能够维持在这种正中的姿势，然后不会倾斜不会歪斜的这种的晚上睡觉带，通常对改善晚上睡觉时候的那个麻的感觉会有很大的帮忙。那洪医师可不可以教我们简短来告诉我们一些保健手腕的小运动，来告诉我们民众？好，这是一个可以改善手部的肌腱跟神经滑动的运动哈。那它的就是每一个姿势维持7秒钟，比如说你先这样子伸直维持7秒钟，然后再做这个弯起来维持7秒，接着做整个握拳7秒钟，再这样子垂直90度7秒，然后垂直下来7秒钟，这样整个运动一天做一次做10回，一天做3次，这样就可以了。哇，真的是非常有用的小撇步，谢谢洪医师今天的讲解。的确，平时多保养，也要注意就是适度的休息，就能让这些职业伤害不上升。今天非常感恩洪医师，也感恩你的收看。知为人医，守护爱，我们下次见。因为爱心将咱共挽，咱的感恩惦在这。